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加拿大国际电视台 CCTV 的谈话节目《说东道西》，我是您的主持人郭然。《说东道西》这个名字啊，听起来好像很八卦的样子，但是实际上这是一档有关文化、政治、经济等等不同话题的脱口秀节目。我们将利用加拿大和中国东西方之间的不同文化差异，来谈一谈大家所感兴趣的各种议题。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将邀请几位嘉宾来到我们 CCTV 国际电视会客厅，来跟我们一起畅所欲言。那么今天来到我们会客厅的嘉宾将是谁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Hello，我是李元冰。Hello，我是李元晴。我们今年18岁，我们现在就读于 Univille High School，然后是读12年级。然后今年2月份。回中国，参加了北京电影学院的考试。然后那大概表演系，然后大概是4月份的时候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哇，好漂亮。平时都有什么兴趣爱好呢？我是平时喜欢看电影啊，唱歌、跳舞，然后呢做一些小视频，就像微电影那样。然后还有做饭，做点饼干呀什么那些。我是还挺无聊的，我喜欢玩手机、看电脑，还有什么？也喜欢看电影啊。一般那个妹妹都没什么主意啊。没有啊，我还喜欢唱歌，我还喜欢跳舞。哦，是吗？好吧，好吧。然后唱歌是从小就跟江小叔叔、跟娟子阿姨一起学的。跳舞是。一直到现在都在 Studio Nine 跳舞，学的有那个现代舞、爵士舞，还有踢踏舞。然后平时我们两个人都是游泳教练，还有救生员，所以每天都教一些小孩子啊，或者还有大人。大人，我第一次教课的时候就是大人。好厉害。听起来你不觉得？哦，还有她是姐姐，我是妹妹。他比我老2分钟，才2分钟的算老吗？太老了。然后他很幼稚。你太幼稚。好像是我很幼稚。就是。好了，观众朋友，通过短片呢，大家已经认识了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他们就是多伦多的两位华裔双胞胎少女明星。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李元冰、李元晴进入我们的国际电视会客厅，有请。我来猜一猜，这是。李元晴，这是李元冰，哇，真是跟我们的片子当中一样，非常的漂亮。那么你们两位跟我站在一起有多高？没多高。没多高，是有，让我猜一猜，有1米64。我1米64。你1米64，你1米63。61。1米61，差不多。好，请坐。谢谢。好，长相上来看。这个双胞胎的女明星，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双胞胎大家都可能觉得是非常非常长得很像的，分不出来的。不过你们两个好像长相不是太一样，而且肤色好像还有点差异。一个肤色深一点，一个肤色浅一点。我知道有一个说法是这个，如果是一个细胞在妈妈的体内分裂成了两个细胞之后，最后孕育出来的。这个孩子呢，就会是长相是完全一样的双胞胎。那如果是两个细胞，这个在母体里头孕育出来的孩子呢，有可能性别不一样，而且有可能长相是完全不一样。你们可能就属于是第二种。那我们是呀。那这个两，不过呢，你们长得都非常的漂亮。那有没有彼此感觉谁比谁更漂亮一点？有没有这种比较？应该有吧。应该有，谁更好看一点，谁更漂亮一点？都觉得，有的时候会觉得互相漂亮一些，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比对方漂亮。很好，你是不是也是这种想法？差不多吧。不过你们两个从性格上来看呢，好像是这个李元冰是你是妹妹。妹妹的性格好像更外向一点，姐姐是更。稍微内向一点，姐姐比妹妹大多少？大几个小时？
只有两分钟，其实。两分钟？对。哇，那你太占便宜了，两分钟就成了姐姐。OK， 那就从双胞胎这个角度来讲，好像一般人们都是觉得双胞胎好像都有一些这个相互之间的心理感应，你们中间有这种感觉吗？完全没有，长得不像，不是一个细胞分裂出来的，可能两个长得像的会有一点，应该更像就是兄弟姐妹那种吧，就不会说有那么多的一样的想法和关联。那你们两个相处的怎么样？有没有相互之间彼此争执啊？相互之间的、这个、那所有兄弟姐妹永远都会有的问题，我们都有。我们是每天都有争执。对对对。我发现了一个特点，你们两个人的这个中文都讲得非常的好。那么是这个几岁来到加拿大的？我知道你们是出生在中国是吧？对，我们是出生在中国，但是6岁就来到加拿大了，然后是在中国学过汉语拼音。然后就大概还可以打字，然后认字和说话的方面就是在家里跟家人说的比较多，所以才还记得这些。对，你们给自己判断一下自己的中文水平相当于中国的哪一种级别？应该还是算最差的，就是说是没问题，小学一年级吧，小学一年级的水平，要那个写就差不多就是一年级的水平。自己的名字肯定是会写的，这个会写得很难看，对，就写得不好看。可以打字打出来，这个中文都没有问题。差不多吧。通过汉语拼音的这种方式，认字还不错，对，他还不错，是吧？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已经说了，你们两位呢都被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系给录取了，而且其中你们哪一位好像是考了海外考生的第一名？他。海外考生考了第一名，那看来是在表演方面特别有天分的。那没有吧？就是当时还不错，是吧？OK， 那就是你们怎么会想起来要这个投考北京电影学院？那就是说你们的这个爱好是被妈妈给逼出来的，还是说你们自己发自内心的就喜欢这些呢？像任何这种艺术方面，像跳舞啊、唱歌、戏就演戏，这是我们从小就接触过很多的，然后也报过很多课，上过很多课，有很多老师指点我们，教我们怎么做。然后呢，当然还是因为自己的爱好才去考试的，去了以后就觉得真的是自己喜欢的那一块。对，姐姐好像，我心目当中我觉得你像一个人。我猜不到，好像是国内现在非常这个年轻一代的这个比较流行的一个明星叫景甜。哦，是吗？你有没有听到过有人这样说你？你最近好像有。最近好像有。那你自己有没有看过景甜的一些作品？他看过很多照片，然后可能也看过一两部电影吧。对。就长得很漂亮。哇，你是夸自己漂亮吗？比我漂亮，确实是。好，那就是说到这儿呢，你们在北京电影学院可以说是很多梦想成为明星的这些少男少女们，他们非常非常这个向往的一个地点。那么怎么样能够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成为他们表演系当中的一个学员，这个是大家都觉得是一个非常神秘的这样一种经历。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将邀请我们的这个你们的这个启蒙老师之一能够来到我们这里，和你们一起来谈一谈你们在北京电影学院考试的经历，同时也谈一谈对你们的评价，好不好？好的，那我们广告以后再见。